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一起来学功课。约瑟在面对一个生命里面很大的试探，我还是说，在预备这一系列的分享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提醒：我也在面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些试探，你也在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试探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些试探？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来学功课。当约瑟把那件衣服，那个妇人抓住他的衣服说，你和我一起同寝，而他把那个衣服丢下来，对他的人生当中，他在面对一个抉择。求神提醒我们，什么是更重要，什么是更宝贝，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。衣服丢了也就丢了，但是我不可以丢了我的属灵的原则，我不可以丢了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不可以丢了一个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命定。以至于把那衣服丢了，可是他好像做了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但是事情的发展未必如他想的时候，哇，后来上帝就伸手介入，这个事情就过了。没有，他遇到的情况其实并不好。那个妇人看他跑出去以后呢，就告诉别人说，他说，哇，就跟他的主人波提法说，你所带来的这个人，就是指的约瑟，说那个希伯来人戏弄我。在职场上，在生活里面，在办公室，在人际关系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事，就是我明明是为着主的缘故做了一件对的事，却被别人抹黑，别人却说，哦，他做坏事，明明事情不是这样。你知道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是黑白不分的，或者是说明明是白的还要把你说成黑的，明明是黑的还要把它说成白的，让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有口难辩。你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吗？在约瑟的身上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终究会发现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。真的，有的时候当下你觉得没有道理，你很委屈，你很生气，你很愤怒，说怎么会这样，没有道理。但是谢谢主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跟神发脾气。你是不是也正在跟神发脾气呢？你是不是也正在跟神说，神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你都不管事吗？我明明做的是对的事。我在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面也曾经碰过这样类似的事情，10个人的工作，到最后有8个人离开，而那8个人工作后来都变成我一个人做，我一个人要做9个人的事情，而另外一个人呢，好像很轻松，他只管他自己的那一份，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一个人要做9个人的事情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怎么样说，主啊，你说我有没有抱怨？当然有，但是谢谢主，你知道，后来那个人所负责的业务出状况，而那个状况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，而我虽然做了9个人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被牵连在里面。我后来才发现说，主啊，原来其实你是保护我的，你保守我没有被牵连在那一件事情当中，而当下我却很生气，说主，你怎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。真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主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。当下你也许觉得不明白，你终究会发现主的美意本是如此。